我觉得很好吃，然后它的皮很脆，然后那个鹅油都分布在它的那个肉上面，让它肉吃起来不干燥。佢一路烧嘅真系非常之好食，一个礼拜起码三餐鹅油。好多熟客都走嚟讲，喂，点解街市买咁平，你买咁贵嘅？嗰次咧，我话如果我呢个500几蚊只，我买俾你翻嚟食晒嘅，另外300蚊只你买翻嚟系唔食得抌咗嘅，你会拣边样咧？佢就话始终都系你呢度好食。其实咧做烧鹅咧，大部分90%都相似嘅，第10%咧就系用心去做。近呢几年咧换咗15个师傅以上啦，因为我对佢有要求。好多師傅咧嫌你麻煩囉嗦咧，好多咯抵受唔住，跟住就走咗啦。出錯位就喺其一就係個燒嘅問題，有一邊大火咗就比較黑咗少少，另外一邊咧就係可能完整嘅，但係佢咧拼咗黑嗰邊。點去避免？其一多啲用心去睇只鵝，其二燒出嚟之後咧斬嗰時咧你去跟翻眼睇一睇，有冇配搭錯誤？如果有，你可以片走佢或者唔要嗰一嚿。通常放養就五世啊左右啊，然之後趕上嗰邊鵝棚啦。放養嘅意思咧，即係話佢細只啊，要將佢成形啊，嗰個骨架啊，咁然之後再放上棚就育肥。依家呢啲85日到，由屠宰至到嚟到香港咧，大概都唔超過28个小时。確保啲肺啊、油啊全部清乾淨，如果唔係燒出嚟咧，會燒唔熟嘅。呢啲係我哋自己撈嘅華鹽，裏面有五香粉啦、沙姜粉啦、糖啦、鹽啦。呢個步驟咧就要穿好個穿物佢，盡量咧睇佢唔好流啲汁出嚟，最少要打8折。好明顯，淥完之後咧，佢俾光滑咗、漲身咗，咁樣咧令到佢咧容易上皮咧，上個麻辣糖咧同嗰啲糖醋咧可以容易啲黐上面度。上皮咧等佢容易乾啲，同埋咧上咗有啲麻辣糖咧燒出嚟有個顏色同埋脆皮。由上皮咧至風乾咧，最少要吹4至5个钟头以上嘅，令到佢皮咧吹到摸落去咧有。硬少少硬嘅感覺咧，咁燒出嚟咧，我咧又脆又適度均勻。睇下邊嘢夠唔夠色，唔夠色嗰只轉一轉身佢咯。色澤均勻，睇下鵝髀位燒唔燒得到，鵝背啲位全部有冇上齊色，鵝頸有冇窿。因為我哋鵝髀比較受歡迎，所以令個皮咧鬆啲、長啲，掹掹佢咧，令佢燒出嚟咧唔會縮埋隻髀。其實咧做呢行咧都冇咩秘密，大部分咧99%嘅料咧都係相同嘅。